丽县警察局为了辅导青少年利用暑假期间加强正当的活动，特别举办了暑期青年学生公益道跟柔道训练班，并且利用警察局的操场跟柔道场作为训练的场所。目前已经有300多名大专、高中、国中以及国民小学的学生参加，他们每天下午在警察局专人的指导下免费接受各种攻防术跟自卫术的训练。